趣味数学，十的分解和合成。小丑在游乐场里卖气球，大象和小老鼠来买气球。小丑要准备几个气球呢？一只大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只小老鼠。一和九合起来是多少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一和九合起来是十。小丑要准备十个气球。十个气球吹好了，怎么分呢？一个气球分给一头大象。九个气球分给九只小老鼠。十可以分成一和九。再见。山羊和刺猬也来买气球。小丑要准备几个气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只山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只刺猬。四和六合起来是多少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四和六合起来也是十。小丑要再准备十个气球，十个气球吹好了，怎么分呢？四个气球分给四只山羊。六个气球分给六只刺猬。十也可以分成四和六。再见。白兔和灰兔也来买气球。小丑要准备几个气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只白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只灰兔。五和五合起来是多少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五和五合起来还是十。小丑还要准备十个气球。十个气球吹好了，怎么分呢？五个气球分给五只白兔。五个气球分给五只灰兔。十还可以分成五和五。再见。